我十年了，拄无一个，莫讲一个半个嘛无。我做十几年，拄无半个啦。来，搁有要一百个无？无我就收啊。好啦，啊，无紧啦吼，啊，我先拿来卖，恁听我讲啊，无紧啦，恁先吃，无看。下一个，阿叔，阿叔，搁一个，留我哩过好。我豆豆看咧，啊，因一饭食食，我来买啊。靠表你拢爱用啊？啊，过啊过，来一百个有要来无？有啊吼，有来。啊，恁要吃啥物？现在你们一定要记得哦，有摸彩券哦。摸彩券我会交哈，你若买满千五，就会当抽冰箱的资格啊。怎啊？我想我今仔日买新白灵参，你敢要吃玉米浓汤？我玉米浓汤真正超好吃，我袂甲你好笑。它不止好吃，而且又便宜。啊，搁有恁买着大品牌，这间公司专门咧搞 Seven Eleven。你敢捌伫 Seven Eleven 食过一支冠军炒饭无？就是这间工厂做出来，真正有够厉害。这精品，这间公司叫精品，你去查。伊这玉米浓汤一包用我小多一碗，一个人加五碗。平日恁都要吃了，唔免搁有好买啊。先加钱的先赢，一个人买一份落啊，一百落。来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我来买只玉米浓汤嘛，一百块，非常好吃哦。一百块。玉米浓汤够难买只了，我玉米浓汤食一家就回不去了，我袂该好笑。在早餐店的对咱这袂着啊，一百块要来无？好吧。你要一百啊？阿姨，你两包了，你钱起了上班呢？哈哈。无啦，讲笑，阿恁分几杯哦？分开买啊。哦，安尼啦。最后这细胞八十块上面没有了，八十块最后这细胞。没有晕那些，别跟你好笑，真的好吃就是好吃，绝对别跟好笑，大你相信我。你就不要吃玉米浓汤。不要叫你吃。你不要叫给你哪里吃？老细胞就艰苦，有时候唔知。你食啥哦？你敢要点啥物菜无？我今日是炸到真青草来啊！等下吼，等人过来，你就是我就一样一样取落去。啊，无咱先食一个。你今仔日若讲，啊无，啊恁两个拢食饱吗？好啦，啊无我先来看一个物件，恁看意思。我今日是两个人啊坐一点嘛。哦，今仔日要抽冰箱嘛，一个人买一半，乌心心的，拢无甲伊洗漂白水的，先加钱的二十咯，二十块，二十块一半，紧嘞。来一个，二十咯。二十，紧好啊！你看连食豆花拢来啊，二十块，二十块紧来啊！来，我就三个。今仔日足刺激的哦。三个，我三个。拢你无来吗？三个啊！无来，我都来破链咯。你敢叫我都来？来。好，安尼无紧，互你倒滚。二十块够要来无？来，几个？我叫五个。几个？三个啊。背下去啊！怎讲？计水包水起来好嘛？来，计水包水起来。啊，我一步来画哦。物件真细，真新潮哦。哦，来。这三个来，我跟你一步来，我跟你不要急。现在好爽起来了。来，这我先买。这一箱尔，这较简单买这。伊这拢啥？这个花枝海鲜排这啊。伊这真正咧真香啊。啊，有个人拢买这当去做汉堡啊。我的人客。啊！你若要吃，人加300-500免啦。这外口三块钱了，就150啦。这叫花枝海鲜排，这六块偌济300块。我免300嘛，免200。你有小朋友的，你若要一份汤去吃看嘛。我7块给你啦，我8块给你啦，我9块啦，我10块啦。一个人买一份就好了哦，100了。来100块上面。来这边啊！花枝海鲜排非常香啊，都香的啦。700块够要来无？来，好，我恁袂吃了咯。哇，这看看也袂，这拢无看。你要来吗？来，我收。来收，来，啊！你要吃啥？来，我先介绍一下物件。我若炸一箱来，一定有我的原因伫个，就是卖了足好，我才会炸一箱来给予咱家看。这包叫酥炸杏鲍菇，这包你大人囡仔保证吃来学老教，这含饼无同哦。迄饼话内底是拢空气，我这几包是满满满，500克满满满，一包只要200-300块的物件，比咸酥饼好吃，先客钱的先赢，100了，来100块就好了。来，我这两个，一个200，一个100。
百块，恁甲我试一下看嘛。我拢无爱卖菜，我拢甲你买一百块，恁买了一定搁来。一百块要吃无？酥炸杏鲍菇。好啦，来收收。恁在要洗碗啥？甲我讲好啊，物件够侪。安包唔通啊？起码你包安包。好啦，加一家洗碗，我那试啊，够用啊。但是你要卖好，我卖啥？啊，这来这个先给你做，这种清气性。来，一步一步来。来，你用一个小火起来，我给人家吃鲑鱼好无？吃鲑鱼好无？卖搁吃这有诶无？这拢无好吃。鲑鱼片。我今日嘛有炸酸菜白肉锅，恁若要吃爱讲啊。我先来卖七箱。七箱我给咧，我唔相信恁无人要吃。这。这只水诶物件，恁若无爱吃，我唔相信。这啥恁知哦？红肉鱼。你当用真嘞，蛤蟆八个叫安尼哦，叫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就是偌济就是偌济哦。来要食鲑鱼，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上面食红鲍鱼。有人要食鲑鱼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上面食鲑鱼。一个人计客钱啊！我只想让恁大家欢喜者。有人要食鲑鱼无？三百块。我要一个。来，我恁送一个啊！来，三百有人要食红鲍鱼的无？来，三百块够有人要食鲑鱼无？鲑鱼即摆我会当来讲足贵个啦吼，真正非常之贵啦。来三百，人要食红肉鱼个无？三百块。来，我甲恁讲吼，即阵我做一个牺牲哦，大家食吼。来，啊恁先给钱个先命。来，恁若甲我买三百块个人家，我则搁送你，互恁食欢喜。我则搁哩，我着招五个人家，即阵都十斤啊，一斤三五，十斤就三千五内面啊。来，遮拢互恁啦，来啊。五个价钱好啊，五百你都买袂着啊，过意啊！一斤你啊，切鸡啊，白了啊，两斤来五百几块的物件啊，我也无甲你卖五百，先价钱的三百了。来，我再收一个。来三百块，规地拢满起来，规箱拢满起来，规盘拢满起来，来三百了。来三百，搁要食过意的无？三百块。三百搁有人要食过意无？三百块。有吧？一个人去买尔，好无？来啊，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，来，一个你先。因为规拢硬。来，你蛤蟆紧包包我了嘛？你规个手拢鱼落落去嘛？迄种鲑鱼拢个鱼。你要食小龙汤包无？来，无咱来买菜头粿好无？这菜头粿春水潭，这港式的这种正菜来面条做，这真对吃哦。一个人给两包，三百五包，你给我收起来，先给钱百五了。来这边啊！来，萝卜糕上来一百五。两个啊！我菜头粿你也买哦，你来买满千五爱抹菜哦。来，我这两个。恁买偌济个鱼？千五两个抹菜哦。恁两个机会真大，我看恁买物件缺少。你这冰箱可能恁会倒，恁会堵倒哦。你买了缺少，你有可能会堵倒哦。百五个有要下无？啊，我一份啊，三个鱼啊。最后这手拢比百五无啊？无啊，百五。来，阿叔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这鱼翅鸡去用买到全家恁买下无？一鼎两斤，半桌的，一鼎四百二十，两鼎八百几块，上新价钱先赢，剩这两包油豆恁 ，OK 啊 ，OK 啊，三百块了啊，拢来啊，三百块啊，鱼翅根啊，包过来，好啊，这几台人叫抢了了啊，来，阿叔你别杀上我呗，你甲摕一个花雕鸡我来卖看卖，这个这个啊花雕鸡啦，咱今日甲做冰卖啦，花雕鸡啊。豆饼卖啦，卖只无同，卖只啊较机卡个啊，就是卖过遐有诶无啊，不同时啊遐起来卖起来，用无同款来起来。你若要我画这個，你迄就莫来啊。来，姐，你先甲你边仔张皮互我哦，海葵籽皮后壁，你海葵籽我无印象。来，你先我买啊。阿姐，恁敢有人捌去高阳兴达港诶无？遐丸仔敢无食？高雄兴达港上有名的沙白鱼嘛，我来讲，你相信我，我唔敢讲我会比伊较好食，啊，不过绝对无输伊的。来，恁全部人家看嘛，叫人家看。我这叫工厂加一碗蒜头，有一个蒜头汤，哈、啊，来，一个人买两包食，我沙白鱼嘛，我啥要买两包，因为你若一包无好食，你可以当起来嫌我，讲你这是伫我遮买，吼、啊，我有信心敢安尼啦，吼、啊，因为我甲卖遮久啊，卖遮济啊，吼，我也冇人客甲我嫌过来。这落天啊，你家用一挂芹菜，你菜只要买十块的芹菜，你家煮一个芹菜，淋一挂，啊，你也要甲食啊奢华的哦，食啊好的，你家用一挂烤鸡排骨拢好食。
全部金融三四五六个人客，要吃三百鱼丸，先给钱的生命，保证切，保证香个带甜啊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就好。来两百块，三百吃，你想吃我一个，我三百鱼丸，我吃着你饿了的。来两百，三百吃三百鱼丸，两百块。我的三百鱼丸，你讲我袂歹好食，有够切心的啊。来两百，人要吃无？拢有啊吗？来。恁无买的人家，敢会咱买一包种个试食看卖无？小弟袂甲你骗一包甲两包，一包咯。来，恁买袂过，你买一包个试食看吗？一个两包，你试试看看，绝对不会好笑。一包一包，一包你试食看吗？看咱的扫把鱼丸好食无？你试试看看就知道了。一包够要来无？够了。来。OK 啦。来，你手头彩无？你若买包千五的机器啊，消磨彩券，拢底下要抽一台冰箱，一台价值才一万块，买一千五摸一张，哦，你讲有啊？你真想？来老婆，你教伊要啥？写对字频，甲讲啊，写电话，啥物小姐安尼就好，简单就好。摸彩摸，你用迄个棒啊写好写啊，阿姊，用迄个棒啊规盘起就好，规盘起，上班迄足轻呢。你写你写，你个啥物小姐、啥物先生就好，啊，然后电话写就好，地址免写。地址你也对我的卡电去问，来到人要吃鸡腿，这支叫牛二两泰式柠檬鸡腿，爱食也免三百五百，先给钱来两百五，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我要一个。两支哦，你三支哦，你四支哦，你。